时间到，雷人举手，请牧师证婚。我反对。红衣，你太帅了，这是要抢亲呐！这下可热闹了。 保安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别乱来啊！否则我不客气，放出去吧！白仲林，你听见没有？白仲林，你清醒点！出去！保安，把他们立刻赶出去！白仲林，国山，白仲林，狐狸继续。听我们说呀！哎，来来来，先生，哎，抓住他们！快啊！抓住他们！先生，白仲林，先生，放开我！ 让我看一下你的邀请函。哎，我这张脸，难道还不够资格站在白家婚礼吗？老婆，走。这张脸，现在参加婚礼都需要刷脸吗？嗯，就是。白仲林，白仲林，仲林，你听我说，白仲林，你不能娶云贵，请出去。仲林，来来来，你不能娶云贵啊！ 白仲林，你听我们说，红英，你是你命吧？想破坏人家的婚事，看老天爷会不会收拾你！放开我，白仲林，你会后悔的。仲林，没喝一下。白仲林，仲林，白仲林，你听见没有啊？白仲林，放开我！行行行行，仲林，放开我！来来来，行了，小姐，小姐。 白仲林，来来来来来，走走走！哎，白仲林，让我们进去啊！开门啊，开门啊，让我们进去！火山，婚礼继续。余兴节目到此为止啊！大家都坐吧啊，坐坐坐坐坐。请目光回到这对新人身上。 到此为止。
今天这场婚礼必须取消。 这就是白董事长当年失踪的儿子，找来真相了。是啊，的确很像。宝山不是说余兴节目结束了吗？这玩笑会不会开得太大了？你傻呀？那真的是老董事长的儿子，白总监的亲爸。可是他干嘛要取消自己儿子的婚礼啊？雨天怎么会跟胡英在一起呀？ 雨天，今天是儿子的大喜日子，你看，现场这么多贵宾，大家都在看呢。还有，你带这个女人来这边干什么？孟正平，20多年不见了，没想到你跟徐永泰的演技一点进步都没有，我都不好意思揭穿你的丑事。 各位嘉宾，今天我白雨天要公布的事情，既不干净，也不光彩，但是我还是要说，当年怎么回事啊？害我和永和掉落山崖失踪的，就是这对奸夫淫妇。 不是吧？这也太坏了吧！太离谱了吧！好狠劲爆啊！要不是我命大的话，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。现在我们白狐都快被人抢走了，可我父亲现在还躺在病床上，一无所知。白雨天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给我闭嘴！ 我话还没说完呢，爸。还有一件事，我要郑重声明的。白仲凌要娶周瑜慧为妻，那是他的自由。但是以白家的名义娶媳妇的话，我白雨天绝对不会允许的。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妈，白叔叔为什么要这样说啊？ 妈也不知道，没事儿啊。各位，雨天他是开玩笑的。你才开玩笑呢！不要逼我把你跟永和的丑事说出来。你给我闭嘴！各位，我在这里宣布。 白仲凌不是我的亲生儿子。
没有白家继承人的身份，也没和红英血缘关系，虽然一无所有，却又好像拥有了许多。朱离，红英，别冲动。妈，你告诉我，这些都是真的吗？别信他，这些都是不实的指控，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些事。龚正平，如果我说的不是实话的话，那徐永泰跑了，丢下你，这怎么解释？你继续编嘛。如果我跟永泰像你说的这么十恶不赦的话，你为什么不去报警？你口口声声说你今天会变成这样是我跟永泰害的，证据在哪？没有证据就不要血口喷人嘛。光凭白仲明不是我儿子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你跟徐永泰居心叵测？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这样说我跟儿子，你真替你自己长脸呐。我说仲林他是白家的孩子，他就是白家的孩子，你们闹够了没有？今天是我跟仲林哥结婚，被你们搞成这个样子，这个婚到底还要不要结啊？我说过，你们要结婚是你们的自由，但只有一点，不要用我们白家的名义就行了。仲林哥，仲林哥，你帮我把戒指给戴上吧，哪怕你不是白家人，我也愿意嫁给你。很抱歉，我不可以娶你。红英，跟我走。仲林哥，不许会！仲林哥，玉慧，玉慧，你回来！玉慧，别这样。永和，我们先去医院吧。